PPI 又升温了，通膨真的降不下来，降息是不是没希望了呢？金管会将对 ETF 的募集上限设限，表示这些成分股也不行了吗？更重要的是，我昨天告诉你的，跌升股的力量真的被点燃了，因为裕泰、尼德科操纵今天又喷出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玉凯，今天我们要来唱一首伤心的歌。哎，任贤齐《伤心太平洋》。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，茫茫股海狂风暴雨，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，震荡行情如梦初醒，买到超跌股票有多开心。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把伤心改成开心，把伤心改成开心，因为在这种震荡行情当中，你只要能够做出对的决策就会是开心的。真正的精华在这两句，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，震荡行情如梦初醒，没错，这样对吧？每当你这个意识到这是多头行情的时候呢，通常是台股已经创新高的时候，来不及了，早就过去了，最好的布局时机，等到你意识到它早就过去了，所以呢，你当下才如梦初醒。所以今天趁着台股还在下跌，跌250点又怎样？反而是要趁着股票还没有涨上去的时候，我们赶快要来聊这件事情。那到底买到超跌的股票会有多开心呢？我跟你讲，要多开心有多开心。如果你买的股票是这样子，砰砰两只长红 K， 会不会很开心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早上9:36，狂贺裕泰果然喷喷喷，差点亮灯涨停板，哦，差一点点就亮灯涨停板喽。一月铁支撑的布局已经狂喷超过90元，本周回档再加码，又是60多元价差，目前已经大赚超过150元。我们还没赚够，150元什么概念？15万，涨个班呐！但是你不要羡慕，也不要怄气，我都有跟你讲，只是你不理我而已，只是你不理我而已。来，各位，一月初有没有告诉你铁支撑在哪里？1月3号，我的节目当中，来，你放心，中视 logo 都还压在这个地方，14:17，当时节目你去看，我跟你讲，400块铁支撑拉回，你就是等待这个地方就好了，等待这个支撑买点。再来，18号，1月18号，就在我讲完之后，我讲的地方，来这边，1月18号支撑是不是出现，刚好401块，刚好401块，能不能买？能不能买？来这边哦，这边跟你讲的哦，讲完之后马上支撑就来了，马上拉这一段上来。再来呢，礼拜一，3月11号，有没有跟你说？有没有跟你说？有没有画条线给你看？画条线教你怎么样找支撑嘛？有没有画条线给你看呢？点到了，点到了，点到了，能不能买？能不能买？我甚至可以跟你讲，我真的是赚的毫无心意，因为这两个买点我毫无保留，我毫无保留。光是这两个买点，你各买一张就好了，就15万，就是15万，150元价差嘛，15万。那赚100万要买多少？各买6.5张，好不好？这边第一次买6.5张，拉回再买6.5张，就100万了，就100万了，不是吗？好，那裕泰呢？他昨天参加这个凯基的投资论坛，他讲的其实都是我告诉过你的。只是他讲的更细一点点而已，然后自己都说什么今年获利会翻倍啊，去年他的 EPS 6.95元，今年预估呢不止14块哦，今年预估是16.5块哦，明年还会再成长到19.8块哦，而且第一季就是全年最低点，接下来是季季高，好不好？ Q1 是全年最低哦，接下来第二季、第三季、第四季是季季高哦。那除了我说的 AINB 的题材之外，它还有手机、助听器、耳机、车用，在这些地方通通成长，通通都是成长。尤其车用麦克风，车用麦克风这东西我非常有感。像我们开车不能接手机嘛，可是开车有时候讲电话，讲电话你一定是用这个蓝牙去接这个免持听筒嘛。可是对方的收听品质呢？我们听我们是用这个车上的喇叭来收听，可是对方的收听品质取决于什么？取决于你车身的隔音效果之外，还有麦克风的降噪。
你本身收音的降噪。现在裕泰在新的车载麦克风，它会配备到四颗叫做倍速成长。哎，这好像就是你不仅仅是驾驶座你在讲话，你的收音是清晰的，你连后座乘客都可以直接跟对方这样讲电话。哎，后座乘客哦，不止驾驶可以收音哦，后座乘客都可以这样直接讲电话哦。那裕泰这边对于今年、明年展望都这么乐观，所以我看昨天这个论坛过后，好多研究员都在写报告要买进。所以你当然可以讲说，这一次产业的前景让它具备了投资的价值。可是，如果你要跟我们一样，哦，真的要赚到这么多，对，90多块、60多块、150块，你要赚到150元以上的价差，你还是得搭配一些策略，一些这个跌升股的力量。但是我都有提醒过你，对不对？第一次月初我就告诉过你了，拉回400铁支撑，请你注意注意注意。第二一次呢，就是本周一，好不好？就是本周一，线都画给你看了。画完之后呢，还有2天让你买，买完之后呢，连喷两天，不是吗？那现在裕泰已经涨成这样了，怎么办？还能买吗？你不见得买裕泰哦，你不见得买裕泰，因为还有很多股票仍然趴在地板上。仍然趴在地板上。我昨天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接下来我要做的是什么？接下来我要做的是叫做我要买进重度超跌股。我要买进重度超跌股。例如，我们举几个例子。世星昨天涨停，今天续创新高，可是有拉回。好像世星这种股票，其实它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。可是当然啦，它4500跌到3385，说深没有到跌很深。那它是多了一个0050季度调整的题材，这昨天我送你的情人节礼物嘛，全台湾最高贵最多金的礼物，因为它是股价最高的。那么以过去的经验是，季度调整前如果一路涨，季度调整之后反而容易利多出尽。相反的，如果在季度调整之前股价先跌，那表示很多市场的资金是先进行调节的，筹码经过沉淀之后呢，反而当指数真的开始进行调整之后，实买盘啊，真实的实买盘就会进来了。那世星的上涨也很容易去带动产业内的其他股票，像我们昨天特别还提到智元，对吧？智元算不算跌升股？其实你看哦，459跌到339，相对来讲它跌得比世星还深呢，这也是跌升股啊。那昨天我特别教过买点怎么抓，我说很多人哦，他习惯性。来，习惯性怎么样？趋势线它会这样抓，对不对？低点连线嘛，然后趋势线这样抓呢，哎，这样画完之后，哎，看到这边哇，跌破了，智元跌破了，不得了，这档股票不行了，就觉得智元不 OK。可是其实以智元这档股票来说，我的建议是啊，你应该要这样画，你应该是要这样画，哦，这样画之后呢，你会发现点到支撑弹上来，原因昨天我们都讲过，我就不赘述。可是你这样画，昨天。先赚一只差不多半根停板的长虹 K 再说。那我们还有一档，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金象电，喂，今天也不错，今天也不错。那它就比较单纯，多单纯，这么单纯，这样画就好了，哦，这样画就好了，很单纯。所以今天这根红 K 难不难抓？今天这根红不难抓，这根红 K 它是不难抓的。那如果你觉得说像金象电。坦白讲，我们把它消掉的话，你会发现它走势是稍微比较复杂，又整理又创高啊，再拉回整理，走势会稍稍复杂一点点的话，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，教你喽，好不好？切周线，哎，切完周线，你有没有发现走势相当明朗？走势相当明朗，沿着这条趋势线，只要跌破，都是一个下影线拉起来，不是吗？非常清楚。所以今天金象电跌升之后。进行的一个强力反弹，5.4%的大涨，对，点到支撑，马上大涨半根，5.4%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的市场上开始慢慢去酝酿出这样的风气，跌升股点到一个关键支撑之后，弹起来，马上弹起来，而且通常这种弹起来的效应都是5%起跳，哦，至少半根涨停板，强一点的直接就涨停板了，5%至10%。半根涨停或一根涨停这种状况，那这种类型的股票我反而认为说会比较符合现阶段市场的现况，就短线先喷个一两根，那如果基本面够好
就可能继续往上，也许是30%、50%、80%这样上涨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来锁定这些重度跌升股，等等回来继续分享。休息啊。先讲一件事情哦，昨天我们把这个这一档要你命3000这档股票公开了，它是谁呢？就是3540的耀月。为什么是要你命3000呢？要你命有个耀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有讲3000啊，我说3000啊，3540啊。好，你放心啊，所有的条件通通都是对得上的。一月营收有没有年月二位数成长？这个网路查就有。好，那什么叫做内外同步与 AI 接轨呢？又做机壳，又做散热，内外都接轨。然后还有个线索嘛，对不对？3月7号，上个礼拜，我说呢，上周礼拜三买进之后呢，现买现赚涨停一根，然后呢，礼拜四继续贡献第二只涨停，买进之后连喷2只涨停板，不就这边吗？礼拜三、礼拜四连续2只涨停板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任何的你说条件、走势，你都可以去做检验。你都可以做检验，哪一个条件对不上，我给你100万，好不好？真的假不了，假的骗不了。那昨天在这种双红、旗红、建策这些相关散热股都跌歪的时候，其实呢，就我们的耀月独强，对，昨天它是创新高的嘛，昨天是独强创新高的，结果哦，今天不得了，今天换它下杀了。那我就看到这个网络上有人在讲哦，我把这张股票揭晓了，表示说呢，我要出货了。天哪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们这边稍微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。酸民们，请你去回顾我昨天的节目，好不好？不明就里的网友们，你也去看我昨天节目。在尾声的时候，我昨天讲得非常清楚哦，我说我揭晓他的神秘面纱，我不是要你买，我不是要你买，我还拜托你千万不要买哦，母汤哦，千万不要买哦，你到时候不要说我出货、哦，因为我讲得很清楚啊，为什么赚2根？我成本在这里啊。我成本在这个地方啊，不是吗？我不论这里任何一个地方，我通通都可以获利出场。更何况我有没有卖出，我有没有带团队卖出，我也不用讲啊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会员权益嘛。我随时都能卖，我两三根涨停板在手，本来就随时都能卖，这本来就是会员权益，我也不用在节目上公开告知。更重要的是，昨天我千叮咛万交代，请你不要买。因为我不要你帮我抬轿，我不需要你帮我抬轿，我也不屑做出货这种事情，啊，我完全不屑。我觉得跟主力配合的这种，我自己都看不过去，好不好？所以哪位再来说我出货的，我不排除收证提告，好吗？好不好？不是说我们好像要带着那种盔甲做人，只是我希望大家了解啊，就是说你看我节目久了，你就知道说，我只希望你们都赚钱。其实我的初衷很简单，我只希望你们都赚钱。会员当然没有话说，他一定要最优先，毕竟人家是付费的，我要确保他们的权益。可是你是我的观众也好，粉丝也好，我也不会利用你，我不会去利用你什么出货抬轿，我同样希望你赚钱，我同样希望你赚钱，这就是我的原则。好，这就是我的原则。那当初为什么我们要买进耀月这档股票？其实理由也很简单，以现在市场的氛围来说，你就感觉哎很震荡，好像强势股延续性也不多。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哦，有2种股票涨最快，第一种叫做跌升，第二种呢叫做补涨。跌升或者补涨，简单说呢，你要去挑选一些低位阶的股票，低位阶的股票比较容易有一个上涨的动能。比方说你看哦，来双红300多涨到700多，对吧？再看看旗红300多涨到600多，没错，你不能跟我们一样买在一月初。我们现在的获利是110%嘛，到礼拜三位置是110%嘛，对啊，没办法啊，当初300多块这个地方一月初哦，我邀请你买你也不买啊。那既然你没有办法买在这种位置，现在这个位置怎么办？所以你去挑这种慢半拍的，还没有跟上这个节奏的。双红、旗红是从1月300一路涨，已经涨了一倍以上了嘛。那有些股票它还在慢慢拍，这位阶的概念，所以说像这种股票一动，对，耀月一动喷，它就是连续涨停板，一只两只它就是连续涨停板。包括你看哦，尼德科操纵不是也是吗？整理整理整理，不动都不动，
一月、二月双红集中在涨，它都不动。一开始涨呢，一根、两根，休息一下创高，今天再涨停，不动则已啊，动起来吓死人啊！所以我们的节目含金量真的太高了，真的真的太高了。来，礼拜一，3月11号，3月11号，我们说了，你不用去怀疑说我的影片造假还是什么节目造假怎么样的。我这个影片，我自己的 YouTube， 你可以怀疑我的 YouTube， 我把节目下架，把节目篡改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是在中视播出的，我们每天下午2点黄金时段在中视播出的。请问你，好不好？什么叫最黄金时段？2点到4点，整个中视 HD 的这个频道，正中视哦，第十台哦，它只有四个时段，哦，四个时段，从2点、2点半、3点、3点半是财经节目。那谁扛第一枪，谁是第一棒？2点，你现在看的不就是我吗？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们能够扛第一棒？你自己去想原因嘛。那既然我们在中视，中视跟一般网络 YouTube 有什么不同？一般的节目、一般的频道，它还要接受 NCC 监管呢、啊。我们讲话可以随随便便吗？所以为什么我敢讲含金量很高？第一点，3月11号的节目，我告诉你什么？我跟你分享的叫做是裕泰，我跟你分享的叫裕泰啊，对吧？点到了，准备拉起来了。然后呢，裕泰礼拜四、礼拜五连拉两根给你看。礼拜二分享谁？礼拜二跟你分享的就是你哥哥操纵啊，你德哥操纵啊，不是吗？虽然当天他是涨停板，哦，虽然当天他是涨停板，可是礼拜三能不能买？礼拜三哦，可能买不到了，因为你价锁死了。可是有量啊，反而礼拜三的量还比礼拜二多哎。请你去排队是排得到的。礼拜四能不能买？昨天能不能买？买完之后呢？今天再赚涨停板啊！从我们讲完到现在，一二三连续3天创新高，飙到停不下来啊！可是这是什么？这是补涨的力量，又快又猛。哇，补涨的力量又快又猛。你说认真要讲哦，鸿海算不算补涨？鸿海算不算补涨？虽然说他昨天的法说会确实讲得非常好，这个强劲成长 这四个字不知道讲几次，强劲成长，强劲成长，所以今天呢又涨 9%， 又涨 9%， 可是你说追根究底，它还是一种补涨的概念，它依然是一种补涨的概念，这就是我先前讲的。你知道市场节奏是这样子的、哦、垃圾盘的节奏，我说垃圾垃圾拉久也会拉出黄金来，垃圾盘对不对？台积电涨，把指数垫高、哦、指数垫高，当台积电休息，其他呢？指数在20000点啊，其他还有好多好多没有跟上20000点这种高度的股票怎么办？它的位阶也许还在18000，还在18500，还在19000，可是指数来到20000点，因为台积电把指数盯到20000了嘛。那还在18000、19000这种高度的股票，它就会跟上，它就会跟上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说这是一种良性循环，哦，是一种良性循环。那当然，你说有没有强者恒强的股票？在现在这个市场上。现在这个氛围当中还是有，只是真的偏少，真的偏少。比方说，市电，对，连续3天创新高，或者说富士达今天又创挂牌以来收盘价的新高。哦，新日新哦，今天打回平盘，可是呢，哎，也2天红 K， 也不错，也不差。那这些股票要算什么？这其实都是少数，这强者恒强的股票在现在的盘面都叫做少数。那像市电我们讲过很多次，除了他自己有涨价的题材之外，还有华城的转单，对吧？华城转单，那华城都还在大涨创新高啊，那市电怎么需要休息？华城还在创新高，市电那不用休息吗？那富士达跟这个新日新更不用讲，对吧？光是这一张你看到很腻的字卡，折叠之王，对，你看过很多次了，谁是折叠之王？舍我其谁？唯一一个折叠三雄都能够赚到翻倍的男人，不就是小弟在下我本人吗？第一个第一档操作的我们就是照例，而且我们是公开分享的，如我所说，中视 logo 都压在这边，我怎么骗你？我怎么说谎？9月1号公开分享，当时市场刚开始去炒作折叠机概念股，洋洋洒洒新闻媒体讲了20-30档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折叠机概念股我当下唯一看好就是照例，100块，我跟你讲200块。等到12月，它真的200块了，获利了结，
对不对？在我的 LINE 官方账号公开分享，我获利出场赚130%。现在手上剩什么？剩下新日新，我们有基本单跟加码单，合计超过110%。剩富士达，到上个礼拜获利超过150%。为什么到现在还抱着？为什么到现在还抱着？因为产业趋势没有任何的变化，产业趋势没有结束哦。等到你发现你身边的人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折叠手机，等到苹果开始推出第一样折叠商品，等到那个时候你再来跟我讨论利多出尽都还来得及。可是现在这就是一种强者恒强的概念，强恒强的节奏。可是这些股票我说它还 OK， 对，我说它 OK 你敢追吗？对，华晨你敢追吗？富士达200多涨到900多你敢追吗？你也不敢追。说不定哦，说不定世星昨天喷一个涨停你都觉得太高。对，说不定裕泰两根红 K 之后你都觉得涨多了。可是没关系，我懂你好吗？亲爱的，我懂你。我们找一些还没涨上来的股票，而且重点是呢，他要重度跌升的股票，而且我要带你买的是基本面非常好的哦，不是那种炒作题材的哦。因为我买基本面非常好，我的用意是什么？我希望它不是短线涨一个这种技术面的反弹，最好我希望它不止涨两根，还可以再涨50%、再涨70%、80%这种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定要赶快把握。我现在开始买这一档，好不好？这什么概念哦？什么意思？懂电影的就懂，好不好？受惠 AI 和 WiFi 7双题材，预估今年营收会双位数成长，股价已经回测一年九个月的关键支撑的这一档股票，好不好？现在哇，25分又快没时间了。刚刚公布的这个美国 PPI 上升了，怎么办？你仔细看它的结构，油价是上升的，可是油价是因为减产，而真正在民生商品部分是没有什么增加的。更何况我说过了 ，CPI、PPI、非农都好，他们是重要数据。可是最后要不要降息？最最最关键会回归到政治因素，因为11月美国总统要大选，所以最迟8月份降息势在必行。那还有金管会，哇，要设定 ETF 募期上限怎么办？会不会真的哦，像这个我们讲杨金龙讲的一样，一起上一起下？我跟你讲，那更好，你只要避开这些成分股就好了。最近市场的资金不是都往这边跑吗？都聚集在这里啊，所以很多中小型股没有资金的溢出通通趴下了嘛。那资金从这边转出来才是其他股票的机会，不是吗？而且现在你都不用看这么远，短线上鸿海、宁德科操纵这些股票怎么涨，世星怎么赚的，裕泰怎么赚的，不是补涨就是超跌，下一档可能就是它，好不好？可能就是它。AI WiFi 7双题材，今年营收双位数成长，而且股价回测一年九个月关键大支撑，下个礼拜一即将买进，下周见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